其实我是从小是，我是真正的乡下的女孩子。黑白的照片呢，那种年代是最值得我珍惜的，我最珍藏的照片，就是我爸爸的。我爸爸年轻的时候，因为我爸爸40岁的时候我才生下来，他说你看那时候我对他的印象哈就比较模糊，有的照片里面我就看到爸爸，他年轻时候的照片。那是我专科2年级的时候，我民国60年的时候，我爸爸的生日，那天是我爸爸的生日。啊，这是刚国小毕业的时候的学生照，这是我在初中的时候的学生照。虽然现在人家看起来都觉得说我们以前的好不熟，这熟哎，其实在那时候我们是最时髦的。对，55年那时候的初中的，我们都是利用假日，还是那时候是有时候双十节啦什么的时候，我们会才一起哈，这样一起出去玩。像我们这个去玩的时候是骑脚踏车上宝林寺的，不是像现在说我们开车上去的。啊，沿路上啊，大家都追来追去啊，怎么样啊？我们以前就是骑脚踏车郊游，那我们就是礼拜天在约好了，大家各自带了一点面包，有没有？像这个西点面包有没有？那时候我们都自己带一点东西，然后有时候爸爸妈妈自己卤的，啊，我妈妈养这酸呀菜，然后这每一个人的父母看会做什么的，啊，家里有什么菜，我们就是拿到那边，大家就在这边一起分享，就像这个有没有桌子上这边一起分享。初中我们都很怀念初中的生活。因为我嘉义县中哈，因为那时候考进嘉义县中的都是要很好，成绩要很好的，所以他们几乎都是很有成就，都是在银行界啊，在老师啊，他当叫做只有我在卖牛肉面。这是我1974年，民国63年从嘉义大龙山庄毕业的时候的毕业纪念册。那时候我们都把裙子一直故意的弄得很短，那时候我们就比较叛逆型，所以我们就故意把它穿得比较短。我去毕业旅行的时候，哈，去一个景点的时阵，哈，遐有迄酒店放底下，啊，阮哩班的查甫囡仔就起哄，看你会当吼，啊，这酒店就摇起来，啊，摇起来的时阵吼，我会当，我特别请你食物件，请咱个同学才食物件，我讲好吼，就真正我就啊，出到所有的胆来起来干。下午没有课的时候，啊，阮就会走去阮同学因兜，啊，阮就去因兜包水饺，衫甲破破去，大家嘛笑甲安尼。大家真正是姊妹啊啦吼，到阮即马毕业了的时阵，有啥物困难，你也一通电话卡去，大家拢吼会到帮忙。60年代那时候大家都出国，吼，咱拢离开故乡吼，去外围拍拼嘛。35单才开同学会着，啊，同学会大家看到，啊，摸咧，啊，有诶笑，有诶哭安尼，因为我已经30几单啊，拢无见面啦。这一张就我在专科62年的时候，在眉山的街头的那个街道那边，那我们班上男同学的那个机车，啊，这辆机车就我自己买的，我那时候上班。我在台北上班的时候，所以64年。如果在结婚以前哈，真正那几家压背。那是我的结婚照，我民国65年的，2月份结婚的，24岁，专科毕业，第二年就结婚了，嫁到台南。你看，从一下子最豪迈的，然后哈，最阿弟的。就你会觉得说变成多压抑。美国话米料学很辛苦啊，美国话米啊，看慢慢的改善啊。我们那种年代的时候的女性都是从哪拢练，我爸爸妈公练。受到很多委屈，我都靠不了克制一下。我有一阵子我还是忧郁症，也得到甲状腺机能亢进啊，停了1年，然后又90几年又得到二尖瓣膜闭锁不全，又在那个城大那边又吃了1年的药，压力哇哈，压力全怪大的加油。
1988年才走出来当志工的。我们家政指导员吼，派我出去做那些领袖一些研习学校，我都不敢讲话，在团体里面，我那边轮轮都没有自信，你知道吗？我那时候真的吼，我说我怎么办呢？啊，可是我们那个指导员他们一直说我有能力，有能力，他就一直给我，一直给我加油。我是从鬼门关走回来的，我在想说，那我就去当保健志工。或许说，过去的因缘可能缘分可能还是被搞，可能快结束了吧。1994年的时候，我会毅然的回来说，因为我一直在寻找我想要过的生活，到最后我来领悟到。要为自己而活，身体才会健康。所以那时候我要回来这边老房子，爸爸所留下来的。我姐姐也说赞成，好，你就回来过你自己的生活。美心哪归？啊，每日就唱歌念歌诗，啊念歌诗呀念歌诗，啊心无开，啊都每日来亲像占领归。我现在好去做那个关怀据点的志工，接受到这阿公阿妈了，想我讲真正，我足快乐的。我看到阿公阿妈，我感觉讲，哎，我还去做幸福。今嘛，今年已经100年，我感觉讲，我必须要完全的放下，我必须要勇敢的活下去。